嗨，我是傻大姐，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道是椰糖木薯糕。这款椰糖木薯糕呢，可以两种做法，一就是拿来蒸或者拿来烤，如果没有烤箱的就用来蒸哦。之前我也有分享过一款木薯糕是用来烤的，没有放椰糖的。这一次呢是放了椰糖，它添加了那种椰糖的香味。这个椰糖木薯糕的做法呢真的很简单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。我包了，拜。好热。
椰丝味道，很香木薯味，里面甜甜带点咸，味道非常好，好吃，很好吃哦。木薯糕这样子做很好吃。鱼下一大了，我炸完了，去摘，摘门放去。
萱萱，那你帮我敲碎这个椰糖啊。OK。你今天做一个很好吃的甜点。你叫我拿一口。没有给你偷吃。你加，我还有加。这条木薯很美。选这个椰糖放进袋子里面，拿这个椰糖放进去，然后还有辣椒，敲碎它。可以了，都碎了。那那边。来好了，喂，你又偷吃啊？我吃那个椒的。你放板凳叶下去。放椰糖。可以了。开火。是 ice cream 吗？天气太热了吗？你要买什么？哎，水滚了哦，搅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傻大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道甜点呢是椰糖木薯。这个椰糖木薯呢，它的做法非常容易，往往简单的就是最美味的。如果大家喜欢呢，可以尝试做做看，这个作为下午茶呢或者小甜点都非常适合。
好吃吗？你不会吃啊？你吃到有一点苦没？有啊，一个苦，一个苦，一个苦。哦，可能这个是木薯本身，它会带一点苦味。然后，配上那个椰糖呢，它就中和了那个少许的苦味哦，所以它变成了一种香甜。今天我们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呢，多多按赞支持和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要有，香，香香就好吃。香香啊，很香啊，这椰糖味道。你吃要是糖果吧，好吃吗？嘿，它带点椰糖的甜啊，然后木薯的香。这个椰糖木薯呢，它的做法非常容易，而且美味。你干嘛？观看更多，请关注傻大姐美食厨房。